我们敬礼传承祖师，敬礼了明和尚，敬礼沙迦正空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，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。我们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，铜色山乌金莲华生大士，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图登卡玛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以及各位同门，还有网络上的同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寻找感恩。爱斯特鲁，谢人个，奥拉米哥，杰杰隆莫乔，斯科因，一起吧，吉莫吉，啾咪，亚比，布林布林，库曼瓦。那今天没有这个你问我答，因为今天还有签书，哇，每个人都买一本，我就签到我暗名，会签到每人都签一本的话，会签到半夜。刚刚那个住持讲到这个法会的事情，这个人不是神呐，人不是神，没有办法知道会有多少人来。我那地方呢，灵汶那地方已经是属于中型的聚会所，中型呢，虽然不是很最大型的，但已经算是不小了，已经算是不小的聚会所。一般聚会很少像我们有这么多人的，所以平时他们来讲都是够的，但是我们人来的很多，当然就会不够。这个不能怪这个，怪住持啦，也不能怪那些那个筹备的所有的人。彼此互相体谅。这个想想，像今天晚上也是很多人啊，他们有些人也是在外面，也没有办法进来啊。那如果是在台湾雷藏寺，这个数万人的，那都是万人的。每一个星期六在台，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每一个星期六是万人的。但是它的地方大，地方比较大，而且旷野，
这个很空旷，当然是没有问题。那这边呢，当然是地方比较小。当初盖这个西雅图雷藏寺，这是人家的住宅区耶。听证会要听好久了，听了十几次的听证会。那时候盖这个的时候是讲说，跟邻居讲，这个寺庙盖起来只有这围墙里面的人在用的而已、啊。对，就是因为这围墙里面的人在用而已，大家才。邻居才同意的，否则一个社区弄这么多人的话，他们也是影响到他们、啊、但是他那个法律上有条文规定，这庙盖起来好像是五年以后，几年？五年嘛，五年以后没有异议，大家没有什么意见，那就让你 go ahead 就随便了。来了这么多人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已经五年以后了，这么多年了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你一个庙盖在一个社区里面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除了那个彩虹雷藏寺，我们这里没有办法做护摩，一点火一升上来啊，邻居就报那个消防车马上就到了。哎，当初的时候啊。我们开车到附近查看，那莲宝上师啊，莲宝回去了吧？不是莲旺上师，莲宝上师啊，开车载着我们走到那里，哇！突然间看到。哦、很大的这个彩虹升起来，彩虹光升起来，有一个声音讲跟着这个彩虹，我们就跟着那个彩虹走，走到那个彩虹升起来的地方，就是这个要买下来，这个地方要买下来，我就买下来了。那时候就师尊师母把这块地买起来，就是彩虹雷藏寺。我买下来不知道要做什么啊。莲宝呢？莲宝上师就是租一个推土机，他去每天在去那里推土，把那个土啊给他。啊，那个山底下的那些土，把它整土，整得平平的。整好以后说，来跟师尊讲说可以盖了。我说哈，要门盖啊。然后就把师尊师母就把所有的钱统统都掏出来。那时候也没什么钱，但是就是盖了。然后请那个莲寺上师啊，莲寺他有这个盖房子的经验啊，请莲寺上师去请工人啊去盖那个彩虹山庄，钱是我们出的啦。那个图呢，哎，要怎么盖呢？我就画一个基本上的啊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盖了。在那边做护摩，哦，
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，因为邻居没有邻居啊，所以才有地方做父母啊。你看这个姚氏继母，她看得很远呢。那是申请的，我们是住宅啊，那地方申请我们住宅啊。姚氏继母很厉害啊，啊，他到那边的那个 City Four 哈，的 King County 的 City Four， 晚上这个入那个那些那个那个政府官员的梦，他半夜起来啊，走到电脑那里。就把我们那个住，我们申请的是住宅，那个人打打打打，打成宗教用地。你宗教要用地，要附近所有的邻居全部要听证会才能够做宗教用地的。才能盖教堂、盖庙的，我们没有申请呢，就把它盖起来。而且自动的变成宗教用地。然后我们要申请要盖双联境界的时候，怎么回事？我们申请那个盖双联。双联境界灵骨塔拿去那个 City Four 去申请的时候，他说啊，请把你们当初申请宗教用地的那个你们的证书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在 City Four 里面找不到你们申请单。我们讲说我们已经搬家好几次，我们的申请单也丢了。在美国是要依法行事，啊，依照法律你才能够建灵骨塔的。你 City Four 把我们申请单丢了，我们这个搬家的时候申请单也丢了嘛，同样都是丢掉了，那只好准给我们了。谁知道是姚氏继母去改。我来美国啊，真的很多奇迹的。我申请绿卡，你知道吗？11天就下来。哪有这回事？11天拿到绿卡的时候，去跟那个 lawyer 亨利 lawyer 跟他讲。我11天拿到绿卡，他说不可能。亨利罗有说不可能，因为这个你把申请书寄到华盛顿 DC， 在 immigration 的时候啊，他必须要放在最底下，你最快也是几个月以后才能够拿到 green card 的，哪里有11天拿到 green card 的道理？非这个一般的信就要7天到华盛顿 DC， 再回来也要7天，啊，他马上办就14天。奇怪了，你的绿卡11天是怎么拿到的？还是要是金母拿着去放在最上面，他一马上就签。然后用特快的飞机送回来，很多奇迹的。真的是奇迹连连啊，有姚氏继母
什么都承办。我们本来啊，我跟师母跟小孩子本来是要移民，那时候要说要到美国来是很困难，我们是准备移民到哥斯达黎加，哥斯达黎加。我们所有申请的东西都是用西班牙文，就是在那个巴拿马隔壁，哥斯达黎加。真的吗？经过美国的时候啊，就让我们进到美国，然后就可以不用走了。是老大、老二、老三他们在美国，他们在美国有那个 furniture Jones Fine Furniture 的那个公司在那，公司在这边。后来以公司的名义聘请这个卢淑尊当那里的 General Manager。 好，这是莲火上师、莲师、莲主三个上师，他们本身申请我们进到美国来，这也是奇迹耶。本来办的都是西班牙文耶，都是给给到 mucho。 所以今天不能忘本，还是要念 Hola amigo， 给给到 mucho。 一切都是瑶池金母安排的啦，没有瑶池金母啊，什么都不成。很多奇迹的，你要讲奇迹啊，讲不完的，真的。所以这个像那个西雅图蝶上寺办这个法会，我们应该要赞扬才对。啊，莲云上师上来以后，把这个西雅图雷藏寺弄得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庄严。要巡查啊，莲云上师要带着人去巡查所有这个书舍，他们的一些卫生啊，还有他们的内务，检查内务啊，不能当成垃圾场这样子的。因为啊，我看了那个那法师的这个内务，啊，看只看两个而已啊，差一点死掉，是被房间的味道熏死。床底下全部是吃剩的那个便当，还有那个咬的水果都是吃一半放在整个床底下。进到房间没有看到床，只看到垃圾山，一大堆把床都淹起来。他们晚上睡觉怎么睡的？就爬过垃圾山，然后把那个床旁边啊少过一点，就在那边垃圾堆里面睡觉。这些都，这些法师本身的都要改正。法师啊，其实法师的生活，我在日本看到人家法师，那个朝洞中的和尚，他们走路啊都是并肩走路，而且要齐步，
齐步啊，像金人一样啊，步伐一致，而且他们走的就是沙地啊，擦擦擦擦擦擦擦，那些法师两个人走路就是齐步走的，看到人就是合掌，没有摇摇晃晃的。你们不能像九如法师这样走路。不可以的，抬头挺胸齐步，而且要合掌，看到人就要合掌，还要念佛，不要跟世俗人一样，出家人就是要过有规律的生活。好了，不讲了，因为时间，等一下要签书了。啊，大家轻松一下，讲下话了。在网路上订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叫《如何骗人》，结果等了四个月还没有收到书。啊，法官呢问一个伤害重伤害的这个犯人，你为什么拿椅子这个丢他的头？这犯人讲，报告庭上，因为我搬不动桌子。也有这样子回答的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人出生的时候都会哭吗？知不知道？我们每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，baby 出生的时候，都会哭嘛，对不对？小明站起来讲，因为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完蛋了。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都完蛋了。哎呀，听说男人都喜欢呐，要苗条，眼睛要像苗条一样的，那个腰要很细的，腿要很长的。那是什么？青蛙。啊，现在很多人都用暴力啊，其实暴力不是不好的啊，暴力啊，这个密教有一条规定。瑜伽里面也有一条规定，我们修行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三个字：非暴力。非暴力，绝对不能使用暴力。你要度众生啊，没有什么暴力的，绝对不可以使用暴力。在家庭啊，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。非暴力，要记住这一条，这是一个戒律，跟杀生是有关的。非暴力，不杀生就是非暴力，那你用暴力就不行。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当蚊子停在你的蛋蛋上面的时候，
你就会知道，暴力不一定能解决问题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主题啊。华严菩萨业，从我起，二为二。见我实相者，不起二法；若不住二法，则无有事。无所事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单单看这个字就很难解，什么叫做从我起二为二？见我实相者，不起二法。若不住二法，则无有事；无有事，则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华严菩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翻到华严菩萨起来讲，什么叫做华严？啊，我们宗派佛教的宗派啊，八大那个大乘大圣里面有八宗。其中有一个就是华严宗，万行就是法，庄严自己就是严。啊，这个菩萨是以万行啊，万行。什么叫做万行？就是他做了一万件的，做了一万件的善事，然后来庄严自己。可以这样子的，简单讲就是，他做一万件的善事，来庄严自己。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了。那当然万行包含很多了，他用万行到最后他自己成为庄严的菩萨，就是华严。华严菩萨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从我，这个我是指谁？指他，指自己。起二，我跟他人是一个人吗？不对，是两个人吧。我是这样子解释的，我不管其他人怎么解释，我是这样子说，从我起二，我跟其他的人，我跟其他的人当然是二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就是你，众生是众生，对不对？啊，别人是别人，我跟别人当然是两个人了。为什么我告诉你，为什么我们去日本四国88林场的时候啊，你买的那个帽子上面写着两人同行，两人同行，你买了一个帽子，然后巡礼88林场，那日本的那个草笠啊，那草笠上啊，那个草笠上都写着四个字，两人同行。为什么写两个人同行？你们去过88林场的举手，四国88林场，日本四国，我也有不少人去过哈，去巡礼88林场，空海大师的建的所谓林场就是寺庙，
大大小小，寺庙有八十八个地方，叫做八十八林场，在四国。为什么叫两人同行？我这个人跟这个你自己本身的佛性，只是两个嘛，佛性跟你一起走，可以这样子解释，我是一个人，但我的佛性跟我一起，那就是两个人，或者是说，你本身你要去寻礼空海大师的时候，你心中就有空海大师，空海大师的临场，空海大师跟你一起，两个人一起去寻礼空海大师所见的临场。啊，那时候修行人都有真言宗本身就有本尊，就是你跟本尊也是两个，但是一起去寻礼空海大师的八十八个林场，这也是两人，你跟本尊就是两个人。华严菩萨讲，从我起二为二是两个人，见我实相者不起恶法。我告诉大家，师尊修的是一体同观，我跟大家是一个人。啊，我是一个人呐、啊，那大家也是一个人呐、啊，大家也是人呐、啊，人跟人就是一体呀、啊。是一呀、啊，不是二。但是这个我本身来讲，也是一个组合，啊，地水火风组合的。组合起来你才有你这个人，分散了就没有了。其他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也是地水火风组合，分散了也一样没有。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的，就是不二法门。所以我们是一体同观，一体同观啊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分别。你修行到最后，你跟本尊合一了，你跟本尊合一了，就是一啊。将来你一样可以合道，回到一啊，不只是回到一哦，你会回到虚空啊。所以就变成一体，一体的。要有这种想法，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的，华严菩萨所说的，这个就是入不二法门。所以我今天呢、师尊修的这个一体同观，一体同观，
我在我的新书上啊，这个三百册里面，我就写到我自己本身的观念。我不会去，为什么我不会去告人家？原因在这里啊，因为我告人家，就是在告自己啊。双方都受苦，被告的也苦，告人的也苦，双方都受苦。你自己愿意被人家告吗？当然不愿意啊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孔夫子都这样子讲了，自己不愿意的事情，不要去拿到给人家。所以我们既然是一个修行人，你就懂得忍辱。菩萨就是忍辱，就是其中的一种啊，这个六度当中一种的忍辱。你一定要忍辱，别人可以告你，因为他们不懂。我们学佛的人，我们懂，所以我们不告人。非暴力，你喜欢人家用暴力对付你吗？不喜欢。那你为什么要用暴力去对付别人呢？所以作为一个菩萨，就是要为众生想，不是为自己想，这个才叫做修行啊。啊，我们要懂得，啊，你是现在你出家了修行，在家居士优博塞优博夷，你走上修行这一条路，你就是要懂的。先守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啊，不妄语。不饮酒，你看师尊连酒都戒了。虽然我喝酒只是一点点，但是为了给众生示范，一定要禁掉酒啊！我就吃冰激凌，冰激凌可以了吧？医生说不行，医生跟我讲冰激凌里面太多的这个油，冰淇淋掺了很多的这个奶油，会影响身体，不可以吃，连冰淇淋都禁掉。现在了无生气。但是也好，这个给众生做示范啊，这个不喝酒，就不要就禁掉，不喝就不喝了。因为很多人喝酒就完了，喝酒喝到醉就完了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。喝完了酒以后啊，乱七八糟的什么事情，他都敢做的。连祖宗八代通通都敢做，管你是什么人，喝了酒以后管你是什么人。所以呢，我始终认为跟众生是一体的，你千万不能够伤害众生啊。非暴力，这也是戒律之一啊！啊，修行人就是要守戒律。你既然走上这一条路了，
要替众生想，不为自己想，所以叫做无畏舍嘛，无畏舍，我们布施就是施舍，无畏舍。从我起恶为恶，见我实相者不起恶法。你看到你自己的实相，地水火风组合，你是空，众生也是空，当然是一了。若不住恶法，则无有事。啊，到了四禅天，你就这样知道了四无边，啊，四边，四无边次，无何有，无何有处，四无边次，空无边，非想非想想处天，是四空天。这还没有尽，真正的成就，就根本连事都没有，则无有事，无有事则是为入不二法门，超过了事以上，就是不二法门。啊，六事都没有了。六种事都没有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了，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这次法会有人结婚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有三对啊，那剩下两对，有一对是想通了，这两对也是想通了、啊。告诉你，结婚有什么意义？为了一个女人，放弃了一大堆女人，想一想都亏啊。下辈子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刻在自己的胸前。不过有时候啊，刻上去也没用，有时候又迷糊起来，你就结婚了。有一个人问问题啊，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发明十二生肖？啊，像我们华人呢、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师尊是属 chicken， 师尊属 chicken， 真的是牺牲自己耶，大家都吃啊。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发明十二生肖呢？这个老和尚回答：为了证明每个人都是畜生。哎，有一个女生啊讲。哎，我最近想养宠物了。那个男生跟他回答：“你可以考虑养我啊。”女生回答：“我说的是宠物啊，不是秽物。”啊，大家知道什么是不二法门吗？知道了。啊，华严菩萨讲得很好，就是这个就是不二法门。
今天晚上讲到这里，我们阿弥陀佛。